嗨，各位，又不是我呀，我回来啊。今天我们是什么呢？北京第二期啊，老北京炸酱面。这个炸酱面和四川那边的真的是不一样，它上面就有各种各样的蔬菜汁儿，然后专门给了一个叫，这叫什么酱？春酱吧，春酱还是什么酱之类的，然后这里要单独把它给拌进去。我也第一次吃这个东西，不知道这个东西要放多少，先放一半吧，等会儿没味道再说。哇，这面条。这面条是那种粗的面条，算了，全倒吧。哎，拌这个样子应该就成了。然后这里单配了一个巨大的狮子头，真的10块钱一个，这玩意儿太大了。可以，这味道。太爽了。